曾经看过一个节目哈，就是一个主持人，国外的节目，站在一位大力士的肩上来主持节目，所以我觉得今天要是体现国政的实力的话，应该举着孙悦出场。有没商量过这事儿吧？没有，刚才下来，我在后台的时候，我说你慢点走啊，我穿高跟鞋呢。然后一上来以后就嘣嘣嘣往下走，我说你慢点，我拽着他，我拽着他。所以你干脆就应该让他举着你上来算了。其实呢，国政在春节的时候刚刚结婚，在他的婚礼他步入殿堂的时候，确实是举着新娘子进去的。哎呀，为他的为这对新人祝福一下吧。这对他来说太容易了哈。好，下面请二位为我们开讲。2004年度燕京啤酒杯世界十佳运动员张怡宁。2004年度燕京啤酒杯世界十佳运动员罗纳尔迪尼奥。有了你，你又牵着我，拥抱一起风风雨雨走过。五千年的你，三十年的我，有你举起手，雪暖暖，多惧怕什么？站在你身边。不用说，这激情在心底。